狼南京演唱会倒计时，南京地铁首次出现瘫痪，神秘观察团迷路老六来袭。嘿，你听说了没？一场超级厉害的音乐风暴马上就要在南京刮起来了。刀郎要在十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举办演唱会呢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演唱会哦。听说有神秘的人一路跟着，到底是谁这么疯狂呢？这场演唱会又会有啥样的精彩呢？赶紧跟着我去看看吧！一刀郎归来，南京沸腾，刀郎超霸气回归。 南京准备好了吗？刀郎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，那可真是响当当的。他的歌声里全是故事，就好像能钻进人的灵魂里一样。现在呢，他要在南京举办演唱会，这消息一传开，整个南京城都热闹的不行，大家都盼着这场音乐盛宴，想象着自己在现场听着刀郎那特别的嗓音，感受他的音乐魅力。听说啊，这次演唱会的场地特别大，能装下好几万人呢，这可真是一场超棒的派对呀、啊！二。 神秘观察团麋鹿老六来袭，四川观察麋鹿老六到底在找啥呢？就在大家为刀郎演唱会兴奋的不行的时候，一个神秘的观察团出现了。四川观察麋鹿老六这名字听着就很有个性，他们到底是谁呢？为啥要观察刀郎的演唱会呢？原来啊，四川观察麋鹿老六是一群超爱音乐的人，他们想通过观察刀郎的演唱会，感受音乐的力量，同时也想把这场精彩的演出分享给更多的人。 他们会用特别独特的视角，把演唱会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记录下来。三疯狂粉丝一路追随，思路要开心，为刀郎疯狂加油。在这场音乐风暴里，有一个人特别引人注目，他就是思路要开心这个妹子，那可真是疯狂的很。她从成都出发，一路经过资中、广州，最后来到南京，就为了能亲眼看到刀郎的演唱会。她为啥要这么做呢？原来呀、啊。 思路要开心。一开始只是个路人，偶然间听到了刀郎的一首歌，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变成了刀郎的粉丝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他觉得刀郎的音乐能给他力量，能让他感受到生活的美好。在追着刀郎的过程中，思路要开心也遇到了好多困难，比如说路特别远，交通也不方便，还有门票特别难买等等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放弃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终于来到了南京。 四演唱会筹备紧张有序，刀郎演唱会幕后你不知道的事儿。一场成功的演唱会背后离不开好多人的努力，刀郎的南京演唱会也一样。为了给观众带来一场让人难忘的音乐盛宴，演唱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着。首先是场地的选择，听说演唱会的场地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既要能装下很多观众，又要保证音响效果和舞台效果都好。工作人员们不怕辛苦。 跑遍了南京的各个角落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场地。然后是舞台的搭建，这可是个大工程，需要很多专业的人员和设备。舞台设计师们绞尽脑汁，想设计出一个既好看又实用的舞台。他们要考虑到灯光、音响、特效等各个方面，让观众在现场能有好像自己就在里面的感觉。还有门票的销售，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。听说刀郎演唱会的门票一推出来就被抢光了。 很多粉丝为了能买到门票，不惜熬夜排队，甚至花高价从黄牛手里买票。这也说明刀郎的人气特别高啊！五、刀郎的音乐魅力为何如此之大？刀郎的歌声到底有啥魔力？刀郎的音乐为啥能吸引这么多人呢？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。其实啊，刀郎的音乐魅力在于他的真实和情感。他的歌声里满满的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。他用最简单的歌词，唱出了最深的情感。 他的歌曲就像一把钥匙，能打开人们的心门，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。而且呢，刀郎的音乐风格也很独特，他把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融合在一起，创造出了一种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。他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味道，又有流行音乐的时尚感，让人听了还想听。六粉丝的故事感动人心，思路要开心，为梦想超疯狂。 思路要开心的故事可不是唯一的，在刀郎的粉丝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，他们为了能看到刀郎的演唱会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。有的粉丝为了攒钱买门票，省吃俭用了好几个月；有的粉丝为了能早点赶到演唱会现场，提前一天就来到了南京，在体育场外面搭帐篷；还有的粉丝为了能和刀郎近距离接触，想尽了各种办法，甚至在后台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。这些粉丝的故事让人感动的不行。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对刀郎的热爱和对音乐的执着。他们是刀郎最忠实的粉丝，也是刀郎音乐魅力的最好证明。七演唱会倒计时，期待满满。刀郎演唱会马上就要震撼开场，随着时间越来越近，刀郎南京演唱会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大家都盼着这场音乐盛宴快点到来，想象着自己在现场的情景。 演唱会的主办方也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，他们要确保场地安全、音响设备正常运行，还有演员的状态要好等等。他们要让这场演唱会成为一场完美的演出，让观众们留下难忘的回忆。而思路要开心和其他粉丝们也在为演唱会做着准备，他们准备了各种道具，比如荧光棒、海报、横幅等等。他们要在现场为刀郎加油助威，让刀郎感受到他们的热情。八演唱会开场震撼全场。 刀郎登场，音乐风暴来袭。终于，十月十二日这一天来了，刀郎南京演唱会正式开场。当刀郎登上舞台的那一刻，全场观众都兴奋的不行，他们挥舞着荧光棒，高喊着刀郎的名字，场面特别壮观。刀郎也没有让大家失望，他用他那独特的嗓音，唱了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歌曲。他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，能让人们忘记一切烦恼，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。 在演唱会的过程中，刀郎还和观众们互动了，他讲了自己的音乐故事，感谢了粉丝们的支持。他的真诚和热情让观众们更加喜欢他了。九，演唱会结束，余音绕梁，刀郎演唱会留下难忘回忆。几个小时的演唱会很快就结束了，当刀郎最后一首歌唱完，全场观众都站起来鼓掌，好久都不愿意离开。他们被刀郎的音乐感动了，被这场精彩的演出震撼了。 演唱会结束后，思路要开心和其他粉丝们也好久都平静不下来。他们觉得自己这一路的辛苦都是值得的，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心目中的偶像，听到了最动听的音乐。而四川观察迷路老六也完成了他们的观察任务，他们用相机和文字记录下了这场演唱会的每一个精彩瞬间。他们要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刀郎的音乐魅力。 刀郎演唱会留下难忘回忆，这句话仿佛成为了那晚所有观众心中最真挚的情感表达。那场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当晚灯光璀璨，舞台上的刀郎激情四溢，歌声穿透了每一个角落。那首披着羊皮的狼响起时，全场沸腾，观众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。几个小时的演唱会，刀郎为粉丝们带来了经典歌曲的连唱，每一首都让人如痴如醉。 当刀郎唱响最后一曲《谢谢你》时，全场观众无不动容，曲中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，大家纷纷站起来，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，表达对刀郎的敬意和喜爱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，所有人都不愿离去，希望这场演唱会能永远继续。演唱会结束后。 粉丝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尤其是思路要开心这个粉丝团体，他们相互分享着彼此的感受，激动的讨论着演唱会的每一个细节。他们纷纷表示，为了这场演唱会，再多的辛苦和等待都是值得的。这场演唱会让思路要开心和其他粉丝们更加坚定了对刀郎的喜爱。他们感慨万分，觉得自己见证了音乐的魅力，也感受到了偶像的力量。那晚的回忆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。 永远镶嵌在他们的心中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但那场刀郎演唱会留下的难忘回忆，将永远成为粉丝们心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每当回忆起那晚的情景，他们的脸上都会洋溢出幸福的笑容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澎湃的时刻。而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，也是刀郎带给我们的无尽感动。思路要开心和其他粉丝们的故事，也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。音乐能让人疯狂，能让人勇敢。 能让人变得更加美好。希望刀郎能继续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，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更多的温暖和感动。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心中的音乐，让音乐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